我和谷爱凌最大的共同点。14岁进入专业级别的比赛中，我是怎么做到的？是因为睡觉，真的是因为睡觉。睡觉是会促进身体和大脑的成长。其实我经常睡觉的时候会做梦滑雪，或者上课，或者我当天做的事情，这样我第二天早晨起来会发现会做得更好。